咁今日有啲咩感覺咧？先嚟睇。咁我哋想話請大家會咧，介紹下贊助呢次我哋咁好玩嘅多元競賽嘅贊助嘅嘉賓，贊助核心人物。我哋呢個賭蛇喺香港嘅電台，我呢個係。喂，嗰日同阿周海去飲茶。今次咧好多謝七位我哋嘅鄉民積極咁支持，特別咁贊助今次嘅活動。佢哋就係羅愛武永遠名譽會長。彭洪就香園，彭洪就咧，佢喺中國，但係咁遠萬幾里之外咧，都支持我哋，好多謝佢啊！仲有我哋嘅永遠會長梁旭華，佢亦係本商會嘅常務副會長，多謝我哋嘅陳其生公共理事同埋我本人。咁啊，大家出嚟影張相好唔好啊？今次咧係冠軍啊！可惜冠軍咧個主要啲帽，主要啲頭頭，稍微變啦，稍微變啦，有兩隻，我要有啊，拍手掌，拍手掌，拍手掌。又有心又有力啊，所以咧令到我哋呢次活動安全啦。多謝，多謝，多謝，多謝任生，係，都係頒俾個七十幾官嘅高手啊！高手，高手，係代表嘅，係代表先，係代表啫喎，下次你代表出嚟啦。呢個打嘅，唉，真係犀利啊！所以一鳴驚人啊！好，跟住251，黐翻啲鳩康啊，姓梁啊！揸兩隻杯，啊，你揸兩隻杯最威死你啦！呢個樣啊，係阿 boss 攞住咗，阿 boss 嚟嘅，阿 boss 嚟完先，好，演員。恭喜多謝參加個高爾夫球嘅比賽啊！恭喜曬嚇！經常參加高爾夫球比賽咧，都攞到呢個獎。我希望咧喺佢嘅帶領下咧，同埋咧大家交流咯，嗬，咁啊令到其他呢啲朋友咧嘅球技咧一樣咧可以咧得到提高咯。我要大家繼續努力。啊！我哋今晚重頭戲啦！啊，你痛啊未？好乾未？我哋今晚嘅重頭戲係乜嘢咧？而家上菜。上菜嚇！咁啊，令大家咧先咧品嚐幾條菜，我哋後邊咧仲有豐富嘅環節嘅，仲有好多好多精彩嘅項目。係。即係周鴻基唱歌啊！哇！啊！我表演魔術啊！咁樣咧。你知唔知買啲好熟嘅？唔係，因為多謝。另一位係我有會長啦，下一位咧就係會長夫人啦。係啊，一齊啦，可以一齊。Thank you.雞啊，都係自己嘅。喂，呢個係尊敬嘅叫法，唔係老練嘅叫法。係咪就係冤咗就花棍喎？你上過，多謝啊，羅太。自己打翻入去，係。多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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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多謝多謝，我哋最佳拍。多謝首先。多謝多謝多謝。呢件事啊，唔好意思。多謝。恭喜曬，恭喜曬，恭喜曬，林 Sir， 恭喜曬。林 Sir 出嚟嘅事，你好靚啊！
啊，即係我揾得曬。哇，好靚喎！係消費啦，係我哋嘅。咁啊，梗係加埋內座啦，阿莊美容。莊美容啊，唔好賺錢美容啊。中意可以啊，中意中意唔可以真係可以得唔得啊？唔得唔得啊？唔係咯，你睇下啊，特別有意思啊！啊！第一次啊，我繼續，以後我特別安排多啲咁嘅機會，好唔好？第一次啊！啊，多謝，多謝同樣我呢個朋友啊！呢個機，呢個機會好唔好？多謝威哥。謝威哥，哇！兩面金牌啊！兩面金牌，多謝威哥。多謝威哥，多謝我哋嘅創會，咁我哋嘅獎牌就攞曬啦，贊助嘅獎牌，多謝各位，多謝曬，又嚟啦，多謝 Boss， 多謝你哋，多謝阿陳喬生，七年一個新杯啊，佢攞咗個舊杯啊，多謝嚇，喂，你大佬攞翻佢啦，啊，七年有新杯啊。笑你精啊！多謝，笑你精啊，都嚇我驚啊！誒，唔見咗嗰啲面真係麻煩啦。我是周鳳基，就在320的健康之門這個節目裏面就做主持的，逢星期三中午11點之後，新聞之後就是健康之門，跟大家分享一些中醫的理念、中醫的藥理，還有也會分享一些健康的信息，譬如湯水啊之類的。各位鄉親，各位朋友，大家晚上好。多謝大家今晚嚟參加加拿大東屋同鄉會，今次喺短短嘅三個星期之內咧，能夠順利成功咁舉行呢個球賽，有賴於針康聖會長、拱生聯合會梁旭華常務副會長，當然啦，又係我哋東屋同鄉會嘅榮譽會長啦嚇。兩個會嘅會長咧鼎力合作。以及兩個會的各位的副會長、理事、名義人士、會員和朋友鼎力支持，名正以下的人士排名就不分先後的。今年有6隊參加這個高爾夫球的比賽，有24人，分別有針康聖先生、梁旭華先生、羅愛武先生、溫取明先生、任用培先生、莫耀根先生、卢炳光先生、针康义先生、胡赤基先生、陈景成先生、吕小英女士、郭嘉律师，同埋阿 Ken Low 罗，同埋罗海山先生。十分精彩，多谢米松啊，威廉嘅。所有嘅台上仲有后生，第七席。第八隻九號，跟住第五隻七號，五隻七號係六隻十號，第六隻十號，第六隻。多謝唔該。跟住第五隻又係二號。就紅色啦。第七席哇，培哥呢個未中獎嘅，培哥
繼續爆料，好嘢你再心。你跌咗落水啊！你咁亂，你咁多，我。